文帝刘恒是汉朝的第三位皇帝，登基后开创了文景之治的他，虽然是刘邦的第四子，但却从出生起就遭到冷落，被封到北方的边境代国为王后，势力也依然薄弱。然而就是这样的刘恒，却成为了吕后专权结束后第一个入主汉宫的人。那么究竟代王刘恒在诛灭吕氏势力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又是如何登上帝位的呢？请继续关注西汉第八集《代王继统》。前面咱们讲呢，吕后为了自己娘家的势力，把自己这个娘家的男人们啊，很多都封了王侯，女人们呢，吕后也没让他们吃干饭，她把自己娘家的许多女人，比如自己的侄女啊、妹妹呀，嫁给了刘姓的王侯。这么做的目的可不是说吕后大发善心，说解决大龄男女、剩男剩女的个人问题，不是这个意思。她主要的目的是想走后宫路线，控制住刘氏的这些个王侯们。当然了，这个姓刘的老爷们儿对吕后这样做的目的也很清楚，所以这种刘吕婚配的结果是很明白的，就是非常的不和谐。在这些不和谐的一对一对当中，这个赵王刘友啊非常有名。刘友是在这个刘如意死了之后接任赵王的。吕后呢，把自己家族的一个女孩嫁给他为正室，这个刘友呢，却对这位这个吕姑娘啊一点感情都没有。他有自己这个意中人嘛，人家有自己喜欢的女人，所以这吕姑娘呢就跑到长安去向这个吕后啊告状，说这个刘友对吕家人不满，等吕后一死就要造反啊！吕后一听这还了得，勃然大怒，下令召赵王刘友来到长安。刘友是不敢不来啊，来了就被捆起来了，然后就监禁起来，最后被活活饿死，下葬都是按平民身份，随便找了个地方一埋，连祖坟都没进。反正这吕姑娘无所谓，把你弄死了我还再嫁去还可以呢。那时候没有这个女子从一而终这种观念。等刘友一死，吕后呢迁梁王刘辉为赵王，刘辉也是刘邦的儿子。然后吕后就把自己的侄孙女嫁给了这个赵王刘辉为正室。这个吕姑娘极其凶悍，把持朝政，这个刘辉就成了空架子，没法治理国家嘛，没法治理赵国，就只好在后宫流连。问题这吕姑娘又嫉妒，把刘辉喜欢的这嫔妃啊都毒死了，所以刘辉的心理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上班说了不算，回家还说了不算，4个月自杀身亡。所以你看刘邦的3个儿子，3任赵王啊，刘如意、这个刘友、刘辉全都完蛋，都死在吕后的手里，等于是死在吕家人手里。所以一时之间啊，这个赵王成了当时汉朝第一高危职业，比擦玻璃的蜘蛛人还危险。吕后专权时期，对刘邦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当时刘邦的第四子刘恒在边远的北方代国为王，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低调。然而即便如此，吕后还是想铲除刘恒。那么吕后会如何算计刘恒？刘恒又为什么能逃过吕后的毒手呢？这个3任赵王都挂了，赵国没有王了，所以太后就派使臣告知代王刘恒，准备改封他到赵国为王。这个代王的母亲薄太后以前啊在楚汉争霸战争当中是别人的女人，后来这个被刘邦缴获了，就归了刘邦，还算他命不错，替刘邦生下了儿子代王。而且这个薄夫人呢，属于那种清心寡欲，这个每天钻研黄老之术，所以这个修德养身的这么一个人，那要是在这个搁在往后啊，就是属于典型那种吃斋念佛不问家里的事儿，哎，属于这样的这么一个人。连带着这个代王啊，就这个刘恒也是那比较这种清心寡欲啊，修德养身呐、啊。代王当然知道这个赵王是高危职业了，另外呢也不想跟吕后啊走得太近，所以呢就回报这个吕后。 说现在天下初定，民心初稳，人心尚有不服之处，而且呢，北方还有匈奴人在作祟。我听说1000年后啊，有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在此忧虑时节，我不敢享受安逸之乐，愿意代天子固守代国，坚守边疆，为我皇族稳定国内人心，赢得长久发展。 争取到充足时间。吕后一看代王不愿受封，理由呢又说的冠冕堂皇，所以呢就只好立他的哥哥啊的儿子，就立自己的侄子吕禄为赵王。代王刘恒算是逃过了一劫，但当时诸吕把持朝政，刘氏子孙大都只能战战兢兢的生活。 只有一个人不仅敢在吕后面前公然表示不满，还敢诛杀吕氏子孙。也正是依靠这个人，刘氏宗室的势力才得以增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就是一条好汉啊！他年仅20，身强力壮。 对刘氏宗室不能执掌政权，心怀不满。有一次呢，这个刘章啊在后宫参加酒宴，侍奉太后。当时这个吕后啊就让刘章做监酒官。刘章就跟吕后讲说：“我本将门之后，请求太后允许我按军法监酒。军法监酒，违令者斩呐。”太后就没多想，说行，没问题啊。那喝酒嘛，大家家宴玩嘛，还能玩出什么花来？可以。酒酣之际，刘章说了，我那个做了一首耕田歌，想给太后唱唱，您看行吗？哦，哟，太后一想，这还有唱歌助兴的，是吧？咱一般都是喝完了才去卡拉 OK 去呢，这现在就开始了，来吧。刘章就开始唱：深耕其种，立苗育蔬。 非其种者，除而去之。这歌中的意思啊，太直白了。种地的时候不就是吗？我往下插苗，凡是不是我插的这苗，得拿锄头给它锄了。那你不锄，我这苗没法长。言下之意，你们吕家不是刘氏的种，早晚要被扫荡啊！连吕太后啊，都听出了歌中的意思。 太直白了吧，指着和尚骂贼秃嘛，这不就是？所以这个吕太后没来得及发作，正在这个时候，参加这个宴席的这个诸吕当中啊，吕氏子孙当中有一个人喝高了，离席而去。他喝高了嘛，啊，要么尿去，要么吐去，就走了。刘章追上前去，拔剑就斩，咔嚓给宰了。宰了之后环抱太后。 说有一个人逃酒走了，我以军法将他处斩啊！我把他给宰了。太后及左右人等一听，大吃一惊啊！我的天啊，是吧？这家伙人家喝多了，出去尿一下给宰了。但是你没办法，你早就同意他以军法监酒啊！你这玩意儿这个不告而别，这属于临阵脱逃啊，没法把这个刘章治罪，只好这个宴席啊不欢而散。 从此之后，诸吕都非常惧怕这个朱虚侯刘章，而朝中大臣都非常倚重他。这样一来，这个刘氏宗室的势力啊，就慢慢的开始走这个上坡路啊，有所增强。当时的丞相陈平早就担忧这个诸吕侵夺刘氏天下。 但是呢，自己又无力制止，唯恐大祸临头，所以他一个人在这个静室当中啊，苦思对策啊，就密室里坐着。恰在此时，陆贾来访，未经通报就直入室中啊，就坐下了。陈丞相这个时候正在苦思冥想啊，竟然未察觉，所以陆贾就问这个陈平说：“丞相思虑何事啊？竟然如此全神贯注，我进来你都没看见，这要是刺客一刀，您不就完了吗？”那然后陈平抬头一看是陆贾，说：“先生，你猜测我思虑何事啊？”那因为陆贾也是属于这种能够创制制度啊，这样的大才嘛。陆贾说：“嗨，说丞相您富贵无比，您应该啊不会有什么欲望，但是呢您却有忧虑，无外乎是担心诸吕作乱，皇上年幼罢了。”陈平一听，哎呀，说先生您猜的对呀，就是这个。那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陆贾说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你天下安的时候，治国靠丞相；天下危，平定祸乱得靠大将。将相和，世人就会归服。天下即使有重大变故，大权也不会被瓜分。所以，安定国家的根本大计就在于二位文武大臣掌握之中。说我曾经啊，想跟太尉绛侯周勃说明这个利害关系，但是呢，绛侯平素与我常开玩笑，不会重视我的话。丞相为何不与太尉交好，密切联合呢？然后这个陆贾就为陈平谋划将来平定诸吕的几个关键问题。那陆贾也是属于这种智多星式的人物，陈平就采纳了陆贾的计策，拿500斤黄金为绛侯周勃祝寿，并且呢举办丰盛的宴席。陈平周勃呀，原来关系一般，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啊。当年这个陈平投奔刘邦的时候，周勃他们就有意见，因为觉得陈平人品不好啊，又盗扫吧，又受贿吧，人品不好。现在这个周勃一看陈平对自己这么尊敬，就尽弃前嫌啊，用这个同样的礼节回报。那人嘛都有见面之情，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很正常的。所以陈平跟周勃互相紧密团结，吕氏图谋篡国的心气啊，就渐渐转衰了。刘氏子孙以及汉高祖的嫡系大臣都在凝聚力量，试图阻止吕氏篡权。然而，很快他们就得到了一个铲除吕氏势力的绝好机会。到底此时的汉王朝中发生了什么事？忠心于刘氏宗室的这些人又能否把握住这次时机呢？高后7年啊，也就是公元前呢180年，太后参加了一个祭祀仪式之后还宫。回宫的路上，一个这个类似于狗似的那么一个动物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狗，那就猛扑向太后，就奔太后嘎吱窝就来了，猛扑向太后腋窝，转眼之间消失不见。然后这太后觉得很惊讶啊，就派人占卜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么个动物来扑向我？然后这占卜的这巫师呢，就告诉他说，这是赵王刘如意在闹鬼。从此之后，太后就伤痛不止。到了秋天啊，眼瞅太后病重是不行了，于是下令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这都是这个京师的禁卫军。然后太后就告诫自己这俩侄子吕产、吕禄，说封立吕氏为王啊，大臣心中多有不服。现在呢，眼瞅我就要去世了，皇帝年幼，恐怕大臣们呢趁机向吕氏发难，所以你们务必要统帅禁军，严守宫廷，千万不要为送丧而轻离重地啊！就是我送丧你们别去，以免被人所致。几天之后，太后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留下遗诏，大赦天下，命吕王吕产为相国，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吕后死了没多久啊，诸吕啊就不安分了，打算作乱。因为这几年沾着太后的光，把这个刘氏啊压迫得很厉害。现在太后没了，谁知道刘氏会怎么报复啊？干脆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遭殃吧。所以吕禄、吕产想要叛乱，绛侯呢就跟丞相陈平啊商定了一个计策。 老将军郦商啊，郦姬的这个弟弟年老有病，他的儿子郦济跟吕禄关系不错。陈平啊，先派人劫持了郦商，然后让这个郦商跟自己的儿子郦济去讲啊，让郦济去欺骗吕禄。郦济就跟这个吕禄讲了，啊，说高帝跟吕后啊共同安定天下，立刘氏9人为诸侯王，吕氏3人为诸侯王。 这都是经过朝廷大臣议定的，并且呢，已经向天下诸侯公开宣布了。诸侯都认为理应如此，啊，就是这个江山是这个高帝跟太后共同打下来的江山，所以你们吕氏为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啊，诸侯都认为应该如此。但是呢，现在这个太后驾崩，皇上年幼，而您呢身配赵王大印。 却不立即返回封国镇守，而出任上将，率兵留着在京师，必然会受到大臣和诸侯王们的猜忌。所以您何不交出将印，把军权还给太尉，是吧？然后呢，您也请您的这个哥哥梁王归国，啊，把相国大印交给朝廷，然后您2人跟朝廷大臣盟誓之后，各归封国。 您呢就高枕无忧的去方圆去做这个方圆千里的一国之主，这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事儿啊！大家也就不嫉妒你了。吕禄这个人很二，就居然相信了郦济的话，然后把北军呢就交给了太尉指挥。要想在宫廷政变中取得胜利，必须控制住军权。然而。 吕氏外戚的作乱刚开始，就被陈平和周勃用计，削去了一半的兵力。那么，仅凭半数实力，吕氏叛乱还能够进行下去吗？最终，吕氏家族的势力又是如何被铲平的呢？这个时候，南军还没被控制，所以丞相陈平就赶紧招来朱虚侯刘璋辅佐太尉。 太尉就让这个朱虚侯坚守军门，说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了北军啊，他进入这个未央宫准备作乱，来到殿门前无法入内，所以就在殿门外啊徘徊。朱虚侯进入未央宫，看到吕产正在这个院里那溜达呢，当时已经是接近傍晚。 朱虚侯立即率兵向吕产发动冲击，吕产逃走。这时候天空中狂风大作，吕产所带的亲信党羽个个慌乱，不敢接战搏斗。然后朱虚侯派人追逐吕产，在这个郎中府的厕所里边把吕产给干掉了。朱虚侯一杀吕产，这个小皇帝就派这个谒者带着皇帝的符节来慰问朱虚侯。 朱虚侯上来就抢这个皇帝的这个符节，这个谒者呢不放手，朱虚侯就跟这个持节的谒者共乘一车，凭着皇帝之节驱车奔驰啊，然后把这个长乐宫的这个警卫干掉，这个也是吕家的人，驰入北军，报给了太尉。 一听说吕产被杀，周勃非常高兴啊，向这个朱虚侯刘璋拜贺，说诸吕当中最令人担忧的就是吕产，现在吕产被杀了，那天下已定啊！然后派人分头逮捕所有吕氏男女，不论老小，一律处斩。第2天补斩吕禄，没过几天啊，这个吕氏诸王啊，全部被平定。 吕氏一族的事儿是完了，但还有一件大事儿没完呢。什么事儿呢？朝堂上保皇帝宝座上坐了那位，不能再坐下去了。他是吕后啊随便从后宫拎出来的这么一个小孩，跟吕后的关系啊扯不清道不明，不能再让他做皇帝了，得重新选一个刘邦子孙当皇帝。所以周勃、陈平召开大家集会，商量选谁做皇帝。这个时候没人说话，这么大的事儿谁敢随便说啊？冷场了半天，有人开始提议人选，前面几个都被否了，后来又有人提议代王刘恒可立，因为代王这个人忠厚老实，在刘邦诸子当中，高帝诸子当中又是年长，所以对这个人选，丞相、太尉都没有意见。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立代王刘恒为新皇帝。然后这个有关部门就加紧准备去代国迎立新君。宽厚仁慈的好名声为代王刘恒赢得了皇位继承权。然而，此时的刘恒是刘邦剩余的儿子中势力最为孤弱的，这样的他能够顺利继位吗？一向安分守己的刘恒得知自己即将入主汉宫时，又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代王刘恒时年22岁，做代王都17年了。代国跟匈奴接壤，他在今天山西的东北部嘛。这些年跟匈奴的关系呢也不错，当然他是被动的，你跟人和亲，你给人东西，你当然不错了。刘恒这个代王啊做的也很安稳，他跟他妈一样，为人处事比较低调，安分守己，一直到如今。忽然之间，长安城派人来说他被立为新皇帝，让他去长安继位。刘恒竟吓了一跳，这消息太突然太惊人。缓过神来之后，召集手下群臣，研究一下此事是真是假。当时的这个郎中令张武就跟这个代王讲，说现在朝中大臣都是高皇帝开国大将，精通军事，多有诡诈奇计。这些人的愿望啊，并不止于已有的权位，只是惧怕高皇帝吕太后严威罢了。现在这个他们以诛除诸吕，刚刚喋血京师，以此来迎接大王，实在不可轻信。希望大王您自称有病，不要前去长安，静观政局变化。万一人要把你骗过去宰了怎么办呢？而中尉宋昌，诸侯国最高军事统帅，说各位的意见不对。当年秦失去了政权，诸侯豪杰蜂拥而起，自以为可以登天下的人数以万计，但最后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所以天下人就不敢再有称帝的奢望了。高皇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封地犬牙交错，可以控制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宗族稳如磐石，天下人都信服他的强大。而咱们大汉建立之后，废除秦的苛政，减省法令，推行德政，百姓安居乐业，很难动摇。以吕太后当年威严，封立吕氏三人为王，独掌大权，专制朝政。但是呢，太尉周勃仅凭一个符节，最终灭了吕氏。所以刘氏的地位来源于天授，不是完全靠人力争夺而得。现在即便大臣另有异谋，百姓也不会为其所用。朝中有朱虚侯这样的宗室大臣，外面呢又有吴楚、淮阳、齐代等强大的宗室诸国，大臣们不会生他念，谁都得掂量掂量自己吃几碗干饭的。高皇帝诸子现在只有淮南王跟大王您还健在，大王又年长。天下人都知道您贤圣仁孝，所以大臣们顺应天下人之心，要迎立大王为帝。大王您不要猜疑。然后代王就禀报太后商议这件事儿。太后说呢，那算一卦吧。这个卜辞说呢，横线啊直贯多强壮，我做天王，下启的事业发扬光大。代王说，我本来就是王了，又做什么王啊？占卜的人就跟他讲，天王就是天子，所以代王就赶紧派自己的舅舅啊，太后的弟弟伯昭去拜见绛侯。然后这个绛侯就周勃就向伯昭详细说明了迎立代王为帝的本意。于是伯昭环抱代王，说迎立这件事儿啊是真的，没什么可疑的。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笑着对这个宋昌讲：“哎，真是，您说对了。”然后就启程去这个长安继位。行至离长安不远的高陵，车队停住。这个代王呢，还是让宋昌啊先上前面看看，他还是不放心，是吧？说天上掉馅饼啊，都一大捆人民币掉我被窝里了，你还能安心睡得着吗？那你是神仙啊，也可能你就被砸傻了。所以他还想去了解了解。那么宋昌来到长安北郊的渭桥，一看以陈平为首的大小官员们列队迎接，老百姓都举着小旗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正干这个呢，宋昌就上前表明了身份啊，我乃代国中尉宋昌，代王就在后面，马上就到，然后回报主公，一切顺利，大家都在渭桥上迎驾。这样车队就过来了。渭桥上所有的人依次跪下，规规矩矩地迎拜刘恒。刘恒是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万岁之声惊天动地，神情都有点恍惚了。堂堂的大汉帝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真的在给我下跪吗？这个时候，太尉绛侯周勃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想跟这个未来的主子套近乎，说请代王借一步说话。这个宋昌就很不客气地拦住了周勃，说要是公事儿您就公开说，要是私事儿，王者没私事儿。搞得这周勃很没面子啊，只好恭恭敬敬的就把皇帝的玉玺符节献上。这个刘恒先是谦虚了一下，没接受，说大家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回长安再说吧。一行人呢就浩浩荡荡来到了这个代国设在长安的这个办事处啊，就是代国驻京办，因为每个诸侯国都有嘛，迎来送往、传递消息用。大臣们也都跟着来，以丞相陈平为首，上表请刘恒继大汉帝国皇帝位。然后历史上我们最熟悉的那一幕就出现了，刘恒再三谦让，我干不了啊，你们还是找别人干吧。然后一听这话，所有人都得跪下，山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只有你能干。所以这里边到最后，这个刘恒还接受了皇帝位，并且派这个夏侯婴带人把吕后立的那第二个傀儡小皇帝从这个宫里啊搬出来，给代王挪了个窝。刘恒和群臣在大殿里又上演了一次登基大典。正式上任，这就是汉朝的第三代皇帝汉文帝。那么在扫荡诸吕之后，当上了皇帝的这个汉文帝刘恒，将如何治国，带领大汉帝国走向何方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